城在人在，城亡人亡，誓死守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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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川。 小驴，哎，是我。我下午找的你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哎，不是，你不是说我们家花花比我还值钱吗？我得先把它弄回去，这不天黑了我才敢来吗？哎，五月芳那几个老女人，你怕他们干什么呀你？怕鬼呀你？我不是怕那几个女人，我是怕他们说闲话。 哦，你是我男人，我是你女人，你过来救我还怕他们说闲话？不是，西川，不着急，你吃过饭没有啊？这个屁呀吃，气都气饱了，你赶紧的别废话了，想办法把我从这儿弄出去。弄出去？这怎么弄啊？怎么弄？啊，我要知道怎么弄，我还叫你过来啊？快点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 你让我想想办法。哈哈，李营长，恭候多时了。卢县长，打扰了。卢某飞了点薄酒和小菜，欢迎你们这些抗日英雄到来。多谢卢县长，请。大佐，这么晚找我们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？ 那想巴士县城，现在，就去吧。别的时候要集中所有兵力。嗨，记住，还有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保证巴士县城所有的防空洞完好无损。这是命令。嗨，嗨，快去准备。嗨。 坐。李营长，带兵一方啊！过奖了。卢县长，您怎么没走啊？这县城里凡是有点薄财的，都走得差不多了。李营长有所不知啊，我卢山青是一县之长。 只要城里面有一个百姓，我都不会走的。鬼子要来了！鬼子来了怕什么？大不了一死。我卢某是为巴山县城共存亡，城在我在，城亡我亡。卢县长英雄气概，实乃我辈楷模。李营长过奖了。我卢某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中国人里面普通的一个。 李营长给予我这么好的机会，我能同国军一起守城，是我的万幸之至。好，卢县长说得好。弟兄们，敬卢县长一杯。来，来。李尚鹏。是，什么人？ 好久不见，李营长。你是？怎么，当了营长就不认识我了？中央军校第十九期，我姓卢，这是我爹。宇飞。学长好。哎，有了有了。啊？你往后站一站，我把门给撞开。你往后站啊。撞吧。 你。
小女雨菲啊，从小让我给宠坏了，啊，不懂得礼貌。在外面上了几年学，更不知道好歹了，还请李营长多多包涵呐。卢县长说笑了，我跟雨菲啊，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了，虽然调皮了点，但也不像您所说的那样。爹，没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吧？我上学的钱还是你给的呢。我要是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。 我那些钱早就喂猪去了。为了一头又白又美又会射箭骑马开枪打日本鬼子的小猪，你赚到了。嘿，你这个孩子。哎，学长，实不相瞒，我早就知道你会来巴山县城，所以早早就回来在这等你了。等我？对，等你，等你带我一起去打日本鬼子。哎呀，你别胡闹了。你说你一个丫头片子跟李营长起什么哄啊？丫头片子怎么了？ 我也可以打日本鬼子的，而且我是正规军校毕业的，也不会手软的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，爹。卢县长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还得去城楼上看看弟兄们，就先告辞了。好，我送你。爹，请。爹，你好好给我待着。爹。 都准备好了吗？当然了。嗯。吴将军，嘿，德彦军，嘿，出发。 撤！走！营长，小鬼子撤退了！弟兄们，好样的！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
大佐阁下，敌军早有准备，我们上晚才懂。我们要想个办法。这样的，阿格亚鲁，嗨，八嘎，做帝国的勇士，就应该勇往直前，哪怕死也要冲出，还有脸回来？嗨，属下无恙。 这部队撤了之后，继续进攻，一定要拿下巴山县城。嘿，营长，我们把鬼子打跑了。幸亏我们准备的充分，才没让他们钻了空子。小鬼子夜袭巴山县城，肯定有什么目的。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守住巴山县城，让部队休整。是。 去哪里？狗蛋醒了，狗蛋，你要去一趟县城，在家里要听话啊。娘外面打炮呢。娘知道，娘不怕啊。你在家乖乖听话啊，狗蛋。 怎么这么烫呢？娘，我不舒服。哎呀，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还烧上了呢？娘，我也要去县城。狗蛋儿，人家县城的人说了，小孩不能去，只能让大人去。你等着娘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啊。那好吧，娘。那爹呢？谁知道你爹去哪儿了？估计啊，一会儿啊就回来了。到时候你爹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嗯，那睡吧。 乖乖的，快睡觉。来。 林营长，林营长，卢县长，我来支援你了。卢县长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现在暂时人手还够，不需要您的支援。林营长，大战在即，我卢山青怎么能坐视不管？这是我带来的民团，有很多人也是打过仗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卢县长，你们要当心呢。我会的。 全都去！嘿，开炮！嘿，炮击准备！开炮！兄弟们，准备战斗！给我进攻！ 乡亲们，给我打！进攻！王勋，过来！是。营长，你带一队人给我杀出去！是。营长，
我跟你一起去。刘县长，你留在城里面，在城头阻击鬼子。好，那我就在城上跟你擂鼓助威。 小鬼子，嗯，看来这是从县城供回来做调整的。单子，你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太小瞧军国军队了，但是无论如何，
要尽快的下巴士县城。他是这样下去，会伤害我们更多的单日本帝国勇士。这是你该说的话吗？原地休整。等太阳下山以后，再攻占巴士县城。营长，你在这儿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想加入猛虎营。 你这不是吓唬闹吗？过来两个人，过来。哎呀，这是战场，是你该待的地方吗？快点睡觉。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爹吗？来，放这边。轻点啊！我要加入猛虎营。哎呦，卢大小姐，你就饶了我吧！我快点。队长，打不打？为什么不打？同志们，被其弹药。是。 怎么回事？丹佐，护不住了，埋伏了，快撤！江湖的军规矩，给我下，全部下掉！丹佐阁下，你们先行劝退，这里交给我了。我们先撤吧。 面对这些中国军，不是老多少人，打到这个城，一定要报，但是不是今天。走！大哥，站住！大哥，走走，去去，走走，去去，快点，这什么情况？这干什么？这是。 花花听话，去去，花花，我们进城了。走喽，花花！撤退！ 停止射击！三头，到，告诉弟兄们，打扫完战场，迅速撤离。是。上。兄弟们，把装备都捡起来。哎，对，把枪都捡走，一杆枪都不许落下。小队，小队那边，来，我们撤。走，走。 哎，你叫我啊！哎，花花在这待着。你是谁啊？你管我干什么？我要进城。进城？现在城里不安全，你赶快回去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。 我给我们家猪配个种，怎么就不安全了啊？你吓唬谁呢？我吓唬你？昨晚没听见枪声吗？哎呦，那枪声啊，还没有我们那儿过年的鞭炮声大呢。那也没见我不洗春被吓死。总之现在不安全，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。你少给我来这套啊！当兵的怎么了？当兵了不起啊？当兵的就不让老百姓讨生活了？你们当兵的就不能逞英雄，闹着玩的？ 那各政队发射警备。是。丹总，您发报连吧。我先把情况发现。
一定要把这些军火卷都抽下面去！嘿，嘿！给我闪开！怎么回事？见没有，营长？营长，这个女人非要进城，我跟她说什么都不听，还说要给猪配什么种。长官，哎呀，一看你就是他们的头，比他们明事理。你让他们赶紧让开，让我进城去。你们俩干什么吃呢？把他赶走！哎，你说什么？把我站住！别动！打鬼子是本事，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？我们村的女人起早贪黑给你们纳鞋，你们倒好啊，在这欺负老百姓，你们为老百姓办事那才是正事。哼，你们把枪都放下，我再最后警告你一遍，你要是再这么胡闹下去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 我也最后告诉你一遍，我今天必须要进城。我儿子发高烧，躺在床上等着我抓药回去呢。嗯，拿去，赶紧给我走。站住！你这么大方，那你把下半年的口粮全部给我吧。我，哎，这，你就是个泼妇！ 刚才埋伏我们的人看上去不像是中国军。是的，我觉得他们更像是中国的游击队。巴克，游击队，连游击队都敢来袭击我们大日本红军。 游击队，真有点意思。吴将军，嗨，你去找几套中国老百姓的衣服，快去！嗨，藤野君，嗨，你立刻修整部队，带上炮兵连队，从正美佯攻中国军。大佐，从正美佯攻中国军，什么意思？ 只有妙计，你照办就是了。去吧。嘿，游击队。去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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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
应该不会回来了。营长，说老实话，都是老百姓，他也是为了他儿子。其实你大可不必。觉得我不近人情？马上就要开战了，县城随时可能会被炸成一片废墟。到时候他儿子没了娘，总比现在没钱惨吧？嗯，你听着，县城还有一个侧门，防务空虚。你马上带尖刀连赶到那里，务必要小心。是。嗯。就，走了走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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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花花，就，走，就，走。吓我一跳！我说什么事儿都难不到我吴喜春吧？这下有办法了。在家等着娘呢，走了，走，哎。
小鬼子正攻打我们正门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支援他们呀？营长让我们守住重水门，防止鬼子偷袭，我们就暂时守在这里，大家都提起精神来，见到小鬼子开枪射击。是是，连长。哎，连长，你看这些人干什么的？国军兄弟们，我们是巴山游击队的，小鬼子已经打进来了，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。游击队的啊？啊，土八路啊。谢谢八路兄弟，我们国军的兵力足以抵抗日军，你们还是请回吧。国军兄弟，给我们一次打日本鬼子的机会，拜托了。哎，是啊，连长，就让他们帮我们一起打鬼子吧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是啊，只要能杀退鬼子，和谁合作不都一样吗？好，你们去正门支援我们营长。明白了，我们走。开门。连长，怎么了？我总感觉怪怪的。怪怪的？这些土八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涵养了？连长，您多虑了，这鸡窝里还能飞出金凤凰呢，何况这八路呢？也是。对不起，我们家花花太不懂事了。我都道过歉了，你们两个这么恶狠狠地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还要动枪啊？对不起，是我们的错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一看你就是个懂事理的人。你们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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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不杀了她？这个女人太可恨了。马哥，你杀了那个女人，就会惊动城里的军国军。不要忘了我们的任务，不能因为这个赶猪的中国妇女坏了我们的大事。嗨，属下明白了。一次刺杀，在得罪我们中国人，给水杯杀。哟西。爹，爹，爹，你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！爹，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里面？你放我出去！雨飞啊，我就你一个女儿，
我不能让你出任何事情啊！你跟着李营长一起出城打鬼子，你知道爹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吗？爹，你糊涂啊！现如今国难当头，人人都在打鬼子，你自己也出去打鬼子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啊？爹，你放我出去啊！雨飞啊，你不知道爹的难处啊！我不能让你牺牲性命啊！爹，秦妈，看好小姐，别让她出来。是老爷。爹，爹，爹，小姐，你可别闹了，这老爷都为了你好，你安宁安宁吧，省得你出去出事儿。日本人为什么要穿着中国人的样子进城，还说中国话呢？完蛋了，这帮鬼子是偷偷进来的，准没好事儿。我要去通知那个没人性的当兵的营长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这关我什么事儿啊？狗蛋还在家等着我呢。好家伙，他不仁我不能不义，这不是我们武家的人干得出来的事儿，我得去通知他。花花，我们走。走走走走了走了走喽，花花走喽，去去去去去走，走走走走走了，花花走，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啊！哎，来花花，来进去进去，来，哎，花花花花来，花花进去了啊！花花听话听话，来进去进去，走了走了，花花，去去，走了，哎，花花真乖，哎。在这好好待着啊！李营长，卢县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兄弟们带了些吃的，兄弟们快发下去。来，弟兄们，把这些东西都搬进去。来，快，搬搬搬，把这些一起拿去。卢县长真是太感谢了，来坐。好。卢县长，您是不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卢山青说过，城在我在，城亡我亡。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和你们一起痛打小鬼子。卢县长老当益壮，英勇杀敌，实乃我军楷模。嗨，过奖了，没给你们添乱就烧高香了。卢县长，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。卢县长，等打完这些日本兵，咱们一定要在巴山县城里头好好的喝个痛快，一醉方休。好。李营长，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。卢县长，您说，只要我李长鹏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做到。嗯，拜托你的是，我准备把我们家雨飞托付给你。卢县长，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？你放心，只要有我们猛虎营在，我们绝对不会让小鬼子踏进巴山县城半步。哎。
他给我上来！闪烁着